开饭煎炒的啤酒鸭。酸辣生姜，拜拜。木耳丝炒肉，这个木耳丝肉又厚，然后泡出来又很好吃。
收到货之后打开全是这样的木耳丝，里面都比较整，基本上没有碎的。泡好了之后看，就这样子的。炒一下或者烫火锅都好吃。嗯，好好吃。这个木耳丝你们一定要拍一张尝的，真的好好吃。哎，拜拜，姚记。开始吃水，
把这个鸡胸给它撕一撕，蘸满汤汁，裹上鸡皮。真绝了，屁股特别嫩。